家好，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在2023年我们去短宣之后的反思。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我们一家人决定参加一次短宣。由短宣回到新加坡到现在，除了填过一个 evaluation form 之外，我一直都没有机会去好好地去反思这一次的经历。所以趁现在有这个机会，我就回顾一下我们这一次旅程学到的东西，和见证上帝为我们做的奇妙的事情。我和 Michael 由 Mickey 和 Timothy 很小的时候已经很想带他们一家人去短宣，因为当小朋友还小的时候，我们可以容易地安排他们的时间，还有可以趁他们还小的时候好好地教他们一起在教会里面侍奉。因为知道当他们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难去控制到和安排到他们的时间，还有他们大了之后有自己的想法，所以真的想趁他们小，我们可以一起去短宣。在这次短宣旅程当中，我们学到很多很多的事情，看到神有很多恩典和带领，我就短短分享三个在这次短宣当中学习到的重点。第一，在挑战当中学习信靠上帝。在这个短宣旅程当中，我们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挑战和困难，由未出发到出发到旅途当中，不停都有不同的挑战和困难。其中一个令到我们全个短宣队最深刻印象的，就应该是个 flight delay。这一次 flight delay 是我去过这么多次旅行当中从未试过的，是最长的一次，同埋在机场那里等了很久。我们 miss 埋下一个 connecting flight， 不知道下一班机是几时，亦都不知道跟住会发生什么事。我是一个很有计划的人，很喜欢将所有事情都 plan 得很好，然后跟住去做。平时如果遇到这个情况，我一定会很心急 plan 下下一样东西应该怎么做，又或者会问下上帝为什么我们去短宣都这么多困难。但是今次我选择去转换一个心态，不如去祈祷，去信靠上帝，交托给神，看看神怎样带领我们这个短宣队一起去经历它。就因为我决定将主权交回给神，我就得到意料之外的平安，亦都令我可以反思怎样可以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仰望神，将主权交给神。就好像在箴言第三章五至六节这样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路。学习放手令我可以看到神是掌管的一切万有。第二个我学习到的，就是在简朴当中学习去感恩。今次在短宣队里面，我们有机会去山区那里住两晚，那里的设备非常非常简单和基本，那里没有热水，要用柴火煮食，甚至是没有床。那里的牧师和村民的生活都很简单，但是我们看到他们都是非常喜乐，那里的小朋友很容易满足。我们安排游戏给小朋友玩的时候，因为人数太多，所以礼物不够，我们只好用剩那些气球来给他们做礼物。当他们接收到这些用剩了的气球的时候，他们很满足很开心地来收这些简单礼物，令到我在这件事上也有一个很好的反思。我们在新加坡的生活条件这么好，拥有这么多的东西，但为什么我们整天都不开心呢？所以我们一家人学习到另一个重点的，就是我们凡事需要感恩，知足常乐。上帝供给我们的东西实在太多，我们应该好好珍惜我们拥有的事情，常常数算主恩，那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加开心。第三，我们学到的东西，就是切切实实地要去为宣教工场和宣教士去祷告。我们这次短宣有机会看到当地不同的教会的发展，有些教会已经建立了几十年，有些只是几年，有些甚至是少过一年。这些教会在建立过程当中有很多挑战和困难，例如有限的资金，要得到当地的村长和村民允许才可以开发教会。当地的人也都面对很多不同的问题，例如毒品、邪灵、酒精和破碎家庭的种种问题。在这次短宣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有很大的需要。其中一次令我最难忘的，就是在游戏之后，当地的牧师呼召，那里有超过二三十个小朋友举手表示愿意接受主。看到这个情景，我就马上想起马太福音第九章第37节，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
在这个短宣过程当中，我们更加清楚知道当地人民的需要，宣教士的需要，更加懂得怎样去为他们祷告。所以我们要都要继续为泰国的人祷告，为在那里忠心侍奉的宣教士一起祷告。好了，到了结论的时候，我们经常都听到别人分享他们短宣的经历，就好像你现在听着我这个视频一样。但是当你自己亲身去、亲身看见、亲身经历的时候，你的感觉和你的领会是骤然不同。所以我都很鼓励你们自己会走出你们的第一步，踏出你们的 comfort zone， 神就会给你超乎意外的、更加的祝福，更加多的祝福和带领。今年我和一家人和上年一些成员再加些新的成员会再次去到泰北这个短宣，请你们继续为我们多多祷告。多謝。